猫哥，你今天第一天上班，一定要好好的表现。放心吧，表舅，我们这个公司呢，闲杂人等一概不容入内，只要是你不认识的人，千万不要放进去啊。那非要有人往里硬闯呢？如果有人硬要往里闯的话，你就用这个电棍杵他。这个好，交给你了，我吃个早点去。放心吧，表舅。咱们就不能进？我说不能进就能进，是听不懂是不是？好吧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这些人都说是在这上班的，但是我一个都不认识，非往里闯，那肯定就被干倒了，全都出去了。你第一天上班，你出来再说，你还认识谁？你说的不认识就出走？哎呦，什么情况啊？谁出走？不能进，不能进！你喊什么玩意儿？听你声音吧。走了，你过来。耽误几个人，我还没下班呢。你拿，哎呀，哎呀，没交班呢，你看你，这这这这，哎呦！你找个啥人来了？你走！咻咻咻，短。陈翔6:30。